好吧，哎，毛老师，那咱你好，们现在开始哈。好，谢谢。毛，我先说两，简单说两句话。同学们好，朋友们好，毛老师好，非常荣幸的哈，邀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毛海健先生啊，给我们做咱们这一次学术前沿的哈，就是史学前沿的最后一场报告。本来呢应该是黄金涛老师做主持的，因为他呢对毛老师的研究还非常的熟悉，我完全是一个外行。但是，由于毛老师的不是，由于这个黄老师呢，他家里还有点事，他抽不开身，所以哈就由我来那个勉强的哈来做一个主持，实际上也是个服务。我本来是想哈有黄老师主持呢，我就躲在一边哈，当个学生。来聆听，毛老师的这一个讲座。现在看来，那个，还得要做一些牵线的一个工作。那个也在这里哈，也是向毛老师哈表示歉意啊，也向各位同学表示歉意。黄老师呢，也是希望我哈代为转达他的这一个歉意。那毛老师实际上是不需要我做太多的介绍哈，各位呢都非常明白，我就说几句话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毛老师应该是说我们应该20年或者是20-30年来哈，中国大陆呢最重要的近代史学家之一，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哈，那最重要的这个之一。那也是呢，也可以说是那个百年来戊戌变法史研究哈，在这方面做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的学者之一。而且呢，笔耕不断，到目前为止哈，应该就我在这里面，我买的哈，一共是5本书了，包括最近还出的这个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一个思想，已经有5本书了。而且呢，本本哈都那个别开生面。当然哈，那个就这两点啊，加在一起，那我实际上呢，也可以做一个判断，因为毛老师啊，也可以说是那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就大陆的哈，近代就关于近代史研究领域里面的近代化范式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说哈，他的那个天朝的崩溃，应该说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时代哈，开启了对近代中国历史另一面的一个新的探索。所以我就说这些，这是我的一个总的一个感受。那今天呢，毛老师讲的这个专题《康有为和弭兵会》，事实上哈是对他，应该是对整个的这个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哈其中的一个侧面。但是呢，应该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饶有趣味，也可以感觉到哈，在这一方面哈，毛老师有很多很多哈新的一些体会。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把时间交给毛老师，有请。当然，还有一块，我们还希望就是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但是呢，毛老师可能听不见的哈。那欢迎毛老师做报告。好，谢谢明芳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年学者，不是，也不年轻，先不行，快60了。就是现在我们现在一说，自己都已经不是老之将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长话就短说了，我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我是一个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做点小学问的人，对，我想的话就是直接就说事儿就行了。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我这个20多年的研究呢，主要是戊戌变法。那么戊戌变法当中最重要一个人物就是康有为。那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康有为是怎么会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说，用身份来说，康有为是一个工部的候补主事，他是中国进士的，但他成绩不一般，他没有进入翰林院。当时的工部主事呢，翰林缺呢，一共是有6位，候补的人大概120多位。看了一下，那年的那个是晋升录，如果他正常候补的话，他10年也补不上，但满人比较容易补得上就是。他平时也不在北京住着，他在广州，也到广西的省呢去讲学。他平时主要的任务是讲学的，
说戊戌变法的时候，他怎么会跑到北京来？他怎么一下子就跳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去？那么从前面一个上面来讲的话，他去北京啊，那是可能是港澳商人出资让他去办理一个巴西华工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我呢是曾经写过文章。那么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他这么一个身份的人，他怎么能把他自己的意见一直送到光绪帝手中？所以这个问题呢是这么产生的，就这么。那么从背景上来讲，康有为之所以有机会去倡导变法，那是因为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也就是我们教科书经常讲到的边疆危机。那么1897年12月12号。有一个言官叫兵科给事中，就是有上奏权的人，叫高铉正，上了一个片，他就讲到请康有为啊，到西洋参加米兵会的事情。这个片呢，很早很早，大家谁都知道的，我10多年前就一直看，没看懂它，到最近才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就是因为牵涉的背景实在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他讲呢，西洋呢有个米兵会，这个地点呢在瑞士国，它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给大家排分解难，让大家呢就不要吵架。然后呢，他说各国的王公大臣以及呢是著名的文人呢，都可以参加这个会。如果有两国之间呢有什么事情要争论呢，在没有开战之前的时候呢，没有开战之前的时候呢。就应该请会里面的人来讨论公断。他我看见呢，工部主事康有为这个人的学问呢，很不错，而且有才气，也知道西方的方法，也有肝胆，能不能把那个相机让他进了米兵会呢？这对中外交涉为难之处呢是很有好处的。然后他就讲到了，叫特意招对关系所长等等等等等等。好，下面讲的话剧。就是下令总理各个事务衙门多给点钱，以游历为名，召会各国使臣，用事郑重，说现在时事艰难，所谓请自委使者，不必等他自我推荐。这个片讲了个什么事儿？第一个要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第二个总理衙门给钱，还要发照会，第三个康有为参加米兵会这个名义呢是游历，那么光绪帝当天就发了一个谕旨给了总理衙门了。这个总理衙门来讲的话，就讲了一句话，就说着和办理。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讲高铉正这个时候提出来，派熟悉西方方法的康有为参加瑞士国的米兵会，争取国际同情，甚至国际干预。这也可以说是在清朝政府在绝境当中自我挽救的一个方法。现在问题就是，瑞士国的米兵会是什么？高铉正府片当中讲到的那个米兵会，很简单，就是西洋有，在瑞士。那我有一个学生王元崇啊，我一直在搞不清楚，他就给我查，终于查出来了。这是1892年成立的一个叫翻译成中文的直译叫永久和平局的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是什么样性质的呢？就是欧洲呢，长期处在战争期间，拿破仑战争时间长，参加的国家多，造成的破坏也很大。这个熟悉世界史的人都了解这个事。那么，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倡导了和平主义，就成立了很多归我们今天叫非官方的那个叫和平组织，它非官方性质的。那么，由于战争不断的发生，欧美各国呢又走向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道路，
这种反战组织的和平组织越来越国际化，这个叫永久和平局，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组织历史呢，最早呢是英国的一个私人组织，1889年的时候呢，在巴黎开了一次大会，90年在伦敦又开了一次大会，1891年第三次大会呢在罗马召开。召开大会的时候呢，与会者呢成立了一个机构，设在那个伯恩，就瑞士的伯恩。那第一届委员会呢，是1982年的是8月份选举产生的。这个组织能够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呢，主要是李提摩太的宣传。1893年的时候，李提摩太。蔡尔康在外国公报上发表了，就是《李冰会》，又名《万国太平大会记》，他就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就讲的是，几十年前有一个著名的教士，看到各国呢都是要打仗，要整军备，所以想办法呢成立一个米兵会，劝呢是各国家的君主或者是大臣。如果有各和其他国家呢是有不合之处，请局外之国的人呢来调解是非，不一定要真的打仗。那么这个会最早建设时候呢是英国的教士，现在呢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的私会了，而成为万国的米兵会了。会中的人每年定期会一次，共商米兵善策。第一次会在巴黎，第二次会在伦敦。还没有什么达官贵人。去年第三次会在意大利罗马都城，有17国的大僚先后来会，所以更成立了万国官米兵会。今年次会呢，在这个月开始了，一共在瑞士国啊，一共有12件事情要商量。就是因为他这里介绍的第一次会、第二次会、第三次会，然后再去查，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啊。这个机构究竟是什么机构？否则我如果他不讲这么详细，还找不到，找不到。这个会中的组织呢，今天还在，还有一个网页的，好像现在不在伯恩了，因为它一个很小的组织，对不对？也没什么影响力了。问题是李提摩太是蔡尔康把 bureau 翻译成官米兵。由这篇文章收录到《中东战事本末》的时候，再改为米兵官会，这就是清朝士大夫呢就容易发生个误解，而且像这样的机构，欧美各国的官员或者议员参加的时候，他也不代表他是一个官方组织，这个组织上面做的什么事情都是政策设计。那么对，各国政府是没有约束力。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篇文章的后面又讲些什么？讲到1891年第三次大会的时候啊，他说这一年啊，世界上有比较大的麻烦的4件事，有8个国家呢是要发生战争了，其中呢讲南美的一件事情，请美国来断的。然后呢，讲的是法国和荷兰的事情，也是开了请俄皇来断的，又讲了那个是葡萄牙和英国在非洲的事情，在瑞士来断的，还有就讲是美英的那个渔业纠纷，对不对？请2个大学校长来断，对不对？那么这4个事情呢，都出在去年，本来要准备打仗的，结果都没打仗，这就证明了米兵会是明年大秀。讲的4件事情，和罗马的世界和平大会，和瑞士成立的国际永久和平局没有关系。然后呢，它是一个美英基督教传教机构的出版机构，在上海广学会发表的刊物。这个刊物呢，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宗旨。那么，和平主义呢，是符合基督教教义，它是一种有益无害的思想。所以李提摩太呢，就是和蔡尔康呢，就有意呢要宣传。他这里讲得很圆滑，好像叫国际和平组织对事端的和平解决有相应的影响力。
如果那个时候读者，如果不，今天我们要读得很快呢，一点点找，把那些事情找。如果当时的读者如果不了解当时国际形势和事端的那个背景，很容易发生误会，就以为这个万国米兵会啊还能起到点什么作用，还能起到点什么作用。这个事情就是更重要，就是说这个会是怎么样来影响斯代夫的呢？李提摩太这个人呢，是为了影响中国斯代夫呢，他在所有的翻译当中很喜欢用中国经典，他对译者和尔康呢，要求他使用典雅的中文，结果蔡尔康使用的中文是不太典雅，但是比较拗口的中文，拗口的中文。那么，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就这篇文章呢，它一开头是第一句话什么呢？就讲春秋的时候啊，晋国和楚国两国家中啊，每年都要打仗，老百姓很吃苦头。宋国有个相须的人，比较是跟呢是晋国的赵武呢有关系，然后跟楚国的许建也有关系。然后呢，因为米兵诸侯之病啊，然后就采取了一些手段，到周灵王的26年，在宋国举行了一个会，那这就是言米兵之滥觞。然后他又讲到高祖崇皇帝是乾隆皇帝，他春秋到鲁襄末，列国之困已几十年啊，等等等等等等啊。故蒙宋时候那个兵呢，虽然没有全部都停掉，但是中国没有大的战争呢，有几十年，也不能说他没小功劳。他讲《谷梁传》等等等等等。啊，他不知道这是相须的功劳，等等等等等等。好，我们这就讲这样件事。所以说，蔡康在把那世界和平组织啊，用了中国经典当中的"米兵"的一个词，又用的是宋国大夫相须调解宋楚矛盾，在公元前56年，就鲁襄公26年，14国在宋国会盟。然后又讲到了，乾隆皇帝呀、对，相须的那个评价。你这样个说法，你虽有利于清朝士大夫对和西方和平运动的一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必然会造成误解，以为西方的这种米兵会啊，就有点像春秋后期宋国大夫相须一样的事，就是有一国官员出面。联络他国官员进行调解和会盟。这是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呢是美国传教士林乐芝的，他讲到了《地球米兵会续记》，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了是俄法同盟，三国同盟，就对要三国同盟。谈到的就是荷兰、比利时、瑞士、丹麦，他们都不是盟国，他们要推英国为盟主，要另结盟，但这个盟没结出来。然后又讲到美国的一个有钱人啊，叫那个是培哥的，这个人找不到，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是什么人，在美国大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要呼吁和平。又讲了这，又说了这篇文章。那么，1894年的3月，林乐芝和蔡尔康呢，在《万国公报》上面又发表了《地球迷兵会议》的上下两篇文。前篇文章来讲的话，就说你这个迷兵会得了什么权呢？办的什么事呢？你真的是万国都能遵行呢？啊，我告诉你，迷兵会是什么呢？就是奉好生恶杀之天命，则者是天之权。体周流无始之天道，对吧？所持者是天之事，所以来讲的话，这是天不许的事情，对不对？天都不许，米兵会怎么不许呢？所以，米兵会的意本意就是要使地球之上有和无战，有通无塞。这里他讲的天命、天权、天道、天事，用的是宗教的语言。讲的都是至上的义理，那我们今天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约束。后面一篇文章呢，就讲到了俄国对那清朝的疆域企图，
和呢是英国和俄国之间是 big game 的大博弈，对不对？说明俄国呢现在呢是要我们要打我们黑龙江的主意，实际上就东北的地方。法国呢就要准备考虑到越南的问题，英国呢要考虑香港啊、缅甸啊、西藏啊。也讲到是葡萄牙人啊，等等等等，那怎么办呢？他就又虚虚实实讲说，这个迷兵会啊，是官方组织，美国也有人提出建议了，他就提出中国能不能来开一个会，成为迷兵会的盟主。这篇文章你看了半天，我也看不清楚，这个开一个会也行啊，是清朝政府出面呢？还是李提摩太呢？民间人出面呢？他都没有讲。然后他就讲了说：“我开这会，要捕捉万国公法，宣传儒家的德义，还有两项内容。”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都是报纸上的一种宣传，不是一种外交的文件，不是一种外交上的文件，不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事情，而且强调的是天理的一个事情。我们说李提摩太、林若芝、蔡尔康的四篇文章都在甲午战争之前，当时没有影响力。甲午战争之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个新政策，这个是有影响力，这个是有影响力。那这个新政策里就提到了一条，讲到是要开迷兵会。2月是万国太平会，有国有家者各等等等等，二国私交应该要相对啊，怎么？然后又讲到唯情与理可以服人，这情与理怎么服人，也是传教士讲清楚。然后讲到西国的维也纳之约次也，中国相助各国维持大局，共保太平，使得与公贵公法之列。这个西国维也纳，那这个是。比较早期的，离那个时候就非常早，80多年前的维也纳会议是梅特尔伯爵主持，大国都得要妥协，对，就是对那个是战败的法国，拿破仑法国是有点宽容，那也造成了欧洲的短暂和平。可是维也纳之约跟外国太平会，也就是讲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国际关系知识，你不能理解他究竟在说什么。最糟糕的就是最后一句话。中国应与相助各国维持大局，共保太平，使得与公会公法之列。这句话是没法解读，大概李提摩太自己都说不清楚，什么叫使得与公会公法之列？我是没法读出来，读出来它什么意思？1996年的时候。上海广西会呢，就刊刻了《中东战事纪本末》这本书，还是很有名，讲的是刚经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他把李提摩太、林若芝、蔡尔康的四篇文章都放到第一卷，那么李提摩太新政策还有两篇是康有为写的，《京师强学书局缘起》，《上海强学会序》，这个是登在。康有为所办的强学报里，他也放到第八卷。这个时候甲午战败，整个清朝士大夫非常需要外部支持。中东战纪本末呢畅销一时，而之后两篇文章呢，又是康有为此期的活动的一个非常得意之笔。米兵会呢，很可能就是用这个时候在康有为派那里传开来。好，那么我把这个头就讲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不太知道这里的我们的习惯，就是我尽可能要，因为按照2个半小时，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尽可能讲得快一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随便记一下，就说你跟我聊天，我这边我也没法聊，到时候就是可以提问的时候提出来。李提摩太宣传了一个西方的一个和平主义的一个运动，同时用了中国传统文献当中的，主要是《左传》里面的"米兵"这个词汇来宣传。
那么在中国清朝的士大夫当中发生作用，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唐才常。唐才常非常年轻，那时候是20多岁。他是拔贡生，他曾经到过，因为是拔贡生，他入过四川学政的徐红军的目录，也入过两湖书院。他跟谭嗣同关系非常好，就是因为跟谭嗣同关系，所以他也就接受了康有为的学说。那么，1897年，湖南学政江彪创办《湘学报》，他担任史学主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是20周岁。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湘学报》，所以这一年的5月31号到7月29号，在《湘学报》的连续6期当中发表了长文，叫《史学第三：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这个题目也是20岁的人才写得出来，今天的人肯定写不出来这么大一个题目。那么后来这个事，他编他文集的时候，又改名叫《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这个题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就是20岁的人写出来。他们有一个小小标题，第一个是总论，第二个是国会，第三个是教会，第四个是米兵会，第五个是议院，第六个是君主表，第七个是民主表，然后第八个是军民共主表。唐才常那个西学知识是非常庞杂啊，许多知性似是而非。这是当时的学术条件所限，也是不奇怪，也是不奇怪。所以说呢，是就这篇文章而言，它主旨是讲变法，讲变法呢，就来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那你现在来看，总论不了，国会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意思，教会我们也知道什么意思，中间插的是弥兵会，它后面。是意愿，在后面又是讲制度的，所以他这个弥兵会在他那里就是非常非常的，相当于国教会、意愿、国会这样等级的君主表这样等级的一个东西。那么他这个介绍，他肯定是他这个书的现在大家可以看看，他这里面是讲的非常混乱。他所以讲的就是说。是我们这国家要挽救自己的损失啊，应该以什么呢？应该以春秋为体，以各国百年来的史称为用。就是我们这国家首先就是按照我们春秋大义、孔子的学说为主体，然后西方最近100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拿它来为用。这唐才常说的那个总体器用观，那你也可以知道这年间在讲什么。其中呢，他就讲到了是弥兵会是，他是自问自答的。他说是天生武才，民兵用，谁能去兵？那么去兵去蛇是中国传统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西方西人有一个弥兵会啊。啊，这是真的假的？啊，你是不是远远不可想这件事情啊？今天能不能说啊？请求其说，动其威，决其理，以确其祸。他怎么回答呢？米兵会这东西啊，可千百年神圣之用刑。最先起端的时候呢，在春秋，集火攻，集灭国，举事起义，这个是《春秋公羊传》里面讲。故与宋襄之人加其首领，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盖以开国王之法治万世，而华元相须米兵之说由此来。所以呢，是孔子的生平最恶的事情呢，就是打仗。所以他把他的主旨啊，就放在《春秋》这本书里面，闷说《春秋》无义战，对不对？所以。读贼民贼读夫，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痛恨，这才是孔教的嫡传。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西方的米兵会，它的理论的根源来自于孔子的反战思想。
这个不，西方有这个迷宾会不是无来历，是我们孔子早就揭示出来的一个道理，对不对？即火攻，即灭国，即死群。这个都是春秋，春秋是公羊传里非常强调的反战的，对不对？不古不成列，对不对？那么他这里也有，接着就谈到了这个战争啊，造成多大损害。这个兵祸啊，其啊，权力构之啊，权力制衡啊，人心训之啊，所以要凭权力振人心呢，就是你别看，因为已经成了米兵会的推广了，他们靠什么呢？归春秋太平之法，西国公法加严，相当古犹太国一塞啊，有彼此不相公之意，有那个荷兰的儒者，荷兰这个人叫儒者。Hugo，我们会讲 Hugo，所以呢，他是那个是欧洲的兵祸，做了一个叫《平战条规》，这都是春秋的以兵治之。那么唐才常就把那是春秋里的大义和那个是欧洲的那个和平主义组织，因为各国的米兵会呢混为一谈。他把春秋的和太平之法、米兵之资和以赛亚，和那是格老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混讲。这里面我特别要强调，我在很多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一直要强调，我们这个中国近代有一个最大的误译，就叫功法。就是。美国传教士，同文馆的总教习丁伟良，他把美国法学家那惠顿的一本书叫《国际法原理》，译为是万国公法。那，但是这个国际法，当时因为我们没有词汇，没有那个 Internet 的那个相应的 Internet law 的相应的概念，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万国，就很多国家意思，不是一万国家意思，最糟糕的就是译成公法。国际法不是公法，没有经过任何一个立法机构，也没有世界上也没有这样一个立法机构。它属于司法，它对各国政府没有实际约束力。这个佚名呢，是唐才常和一大批晚清读书人误以为万国必须或者万国应该遵守的公法。丁伟良不仅如如此，而且后面还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古式公法论略》，他用《周礼》和《春秋》来附会的，更加加深了晚清读书人对国际法的误解。唐才常这篇文章就讲到弥兵会的那篇文章，第三的那篇文章，他一共取得了讲了一大堆所谓弥兵会所取得一系列词句。你看完了以后呢，虚虚实实，他就宣称了，就是数十年来各国遵其条规，避免战祸有36次。那么这篇文章最后，唐才常又讲，英国有个罗伯村，他讲，现役两个法如果能实行，各国都有的。第一个就是。每个国家派两人成立一个和好会，办理各国相争之案。所派会的人都必须由众来推举。第二法就是各国把应许的东西写成一本书，应该放在是莫斯科，啊不，应该上圣德彼得堡和日内瓦，对不对？大家约定，然后呢，也可以在巴黎，也可以在华盛顿，这样东西就是都立起来，大家都签订。如果有什么事情呢，就有一个定章了。那么强国弱国都可以避免争端，然后呢就说是这是啊，我们是几千年的生生用命，从始终看到一种希望。这个罗伯村什么人，我也没搞清楚。那么即便有这个事，大约也就是一个个人的建议，
他说那个和好会是没有成立。他讲到是那本书，大家定了个条规、法规，也不见记载，对不对？但唐三藏是被我们今天说他西学不好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西学知识肯定会超过唐三藏。但在当时的时候，唐才常在湖南是被认为是最了解西方的人之一，最了解西方的人之一，对不对？他的这些议论排在国会教会之后，意愿君主表等等之前，很容易让不了解国际时事的士子们以为欧美已经能够有了能起实际作用的米兵会之类的组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是与孔子在《春秋》中的反颤思想是相通的。那么我们现在进到这个事情来讲的话，这是唐才常，康有为怎么来看这个？康有为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的学说。按照这个学说呢，这个是孔子所设计的大同世界，那是没有战争、没有国家、全球合一的大同世界大同。所以康有为及其门生呢，经常会讨论孔子的反战思想，对不对？所以李提摩太关于米兵会的宣传呢，也引起他们关注。由于康有为后来的著述啊，今天在那个时候著述，今天大多数就不在了，不存在，但少量的还留着，有些刊刻的。那1896年的时候呢，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当中就说。说了这么段话，讲宋敬啊谈到了庆兵，今天欧洲啊有太平会，就是宋敬这开端为开端。宋敬是什么意思？他就是孟子告子下里面的有一段重要的讨论，这个呢是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其中呢就是讲的就是那宋敬这个人呢，要到楚国去。那和孟子两个人呢，在石丘相遇。孟子就问他了，说：“你要到哪里去啊？”他就说：“我听说啊，秦国和楚国要打仗，所以呢，我就见楚王去说，要请他们不要打。楚王呢，如果不高兴的话，那我再到秦王那边去说。那两个王呢，我都劝过。”那孟子就问他了，他说：“我想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宋敬就讲了，我就说你们打仗对你们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呢，孟子就发了一段很大的议论，就说打仗是不利的，你这个东西不能这么讲。打仗是违反仁义的，才是最重要的。对，如果你光讲利，这个事情不行，你要讲到仁的这个高度上去讲，你才能把那个战争给结束。这是孔孟之道当中关于仁的问题。这段话非常简短，因为他那个是他的学生是笔记记下来，万木考堂怎么说？笔记记下来，当时用毛笔，他讲的话可能就只能摘个要，就讲这么句话。那这句话的根本的意思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太平会就是宋敬的谈兵庆兵，你还讲到的利，打仗不利于这个国家，没有讲到仁，你讲到仁才是大同，才是根本的。到1898年的时候，康有为刊刻了《孔子改制考》，这里面他就把这个是讲卢公宋言的时候，就专门讲了这段话。他把那个孟子这一长段话全都把它抄下来，
然后发表评论。他这个宋濂啊，这个人啊，讲的就是庄子所称的进宫庆丁，周行天下，上说下教，所以天下不许啊，是强国不恃，此何？这现在欧洲有禁兵说，以此相比，与春秋之意呢，即灭国，擅上书呢是相虚呢是相合的，所以呢，孟子是也是夸奖他的，但是这个道理呀、啊、浅，虽然不溜呀、啊，道理浅，所以呢，孟子呢又稍微的给他改正了一下，提升了一下。所以康有为这里再次讲欧洲的禁兵会呀、啊，就讲到的就是宋濂的之说，讲到的是项须的之说。也就是说，康有为认为自己掌握了比那个进宫庆丁和禁兵会更高一级的理念，就是孟子所讲的仁，春秋大义，春秋大义。我们再来看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时候非常有名啊，叫《西国西学书目表都须学书法》。他其中就讲到一段话，讲西方国家的那个功法家都是一些布衣，他持一个空理来著书，讲了久了，执政者呢就用了，所以呢就成了春秋了。所讲的根据呢，这些所讲的根据呢，都是罗马和近世的旧案，不是公理，所以彼此两国文也的治规相近，强弱之斗等等等等，不会同的公理。那最近几十年，由于已兵满战事了，无律那时事，使功法家之习兵会，愈有利于中国与西人的方人交涉越来越繁，也明白这个事情的学者也多起来。对不对？所以呢，也直通真举，可以把那些战端呢，可以慢慢消弭掉、消耳掉。那么，这就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梁启超讲的功法家，讲的就是格老修斯。习兵会是由一批功法家主持。这个呢，如果说这些功法家就是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或者说是他没讲传教士，实际上很大是都是传教士。有些是很奇特的和平主义者，他也不错。他说起到了免疫战士他百十四的作用，那就完全错。而且你真的要不打仗，那不是布衣下士能做的事，是政府做的事。那么这里梁启超所讲的功法家布衣著书成春秋而乱贼惧。成春秋而乱贼惧，这是很大值得注意的，非常值得注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梁启超这批布衣下士也要著书，后来他们真写，他们写过春秋功法、国际功法，他写过，但书没看过，没看过。那么梁启超到了湖南实务学堂去授学。其中有个学生非常优秀的，后来是死了，去世了，叫李炳华。他在学习了大同三世说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高兴。他认为呢，中国的博兴啊，我们有这么好的理论，那很快就可以发展起来，没问题。他就想到了全球，你大同三世说不是全球一体，那么就担心了。大同三世说讲的是孔孟之道。那不同孔孟之学的其他国家，他怎么能够精通大同？精通大同？而且，大同三世说是拯救地球的，这个大同之法、大同之道。那么我们今天要去救地球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起点在哪里？就他那时候不到20岁，已经想到了一个非常天下大同的一个事。那梁启超呢，就在他的提问当中呢，就写了段批语。梁启超就讲了，所谓的大同之道、大同之法，
500年以内必行于地球啊，那是梁启超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过了100多年了，还是300多年就可以实现了。他讲南海先生啊，整天在考虑这个事情啊，每一个细微事情都考虑到了，所有的条理都很详细。今天西方人所实行的，大概也就是就是康有为所考虑的10%到20%，还有康有为所考虑的还有80%90%呢，还没有实现。我梁启超这个人，我跟着康先生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全搞清楚先生究竟想什么。为什么呢？不是说密不可告，他说就康有为认为你们这些东西啊，要穷思虑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这个正跟王阳明那什么强调的东西也很相似，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啊，就要好好的去多想，对不对？不要误会什么意思，先把西方人的那个复国学，和左之所言，你增加点见地，然后呢，你再把那个《吕应篇》里“大道之行”这段话非常非常有，苏度情是一个字也不要放过，那朱熹讲，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大同怎么样来实行？至于你讲那个起点，西方怎么样来实行大同的起点呢？他就提到一句话，西方人讲的那迷宾会啊，大概就是一个起点之一。这个事情来讲，你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梁启超西学知识在当时认为是好的，但现在来看呢是非常糟糕的，非常糟糕的。对不对？他说他认为是这些左之书言啊和吕应篇啊都有相通之处。他是把西人的那个西宾会，就是米宾会，当做大同三世说能够通讯西方的一个证据。他这么来看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不能详细论证。康有为的学生刘增霖、王觉任。许久奖，欧曲奖，在《资兴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谈到了《大同三世说》，也谈到了你这个康有为和弟子都没有像唐才常那样子有一个专门讲米兵会的，没有，他们大多都是在介绍《大同三世说》的时候附带学说。那文字非常有限，那么从有限的文字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几条。第一条，康有为及其弟子关于西方各国的和平组织，就是米兵会的知识，是建立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资讯基础上。他对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性质是不了解，他的很多内容都属于想象。这第一条，第二条。康有为及弟子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来解读西方和平组织的那个米兵会的活动，还有一个等级观，就是春秋大义所阐发的和平思想是最高等级，就讲的是人们。各国和平组织和其死的理念，讲的就是不利嘛，第一等级，第二第一等。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他关于米兵会的这两点：第一个，米兵会是什么？他没搞清楚；第二个，他们米兵会所讲的那东西，又跟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相比较，都是误解，两点都是误解。那么也就是在这两个误解之上，康有为一派就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设计。1897年秋天，康有为的弟子欧曲奖在《资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变法自上至下义》。这篇文章关注的人不多，实际上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他就披露了康有为一派例行变法的基本策略。这篇文章康有为本人应该看过。欧曲奖呢讲变法之道有二，一个呢叫变之于上，一个叫变之于下。什么叫上呢？上呢，我们今天用个不准确的政治学概念来讲，就是国家。
就是从政府的层面，中央政府的层面来进行改革，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法。所谓治下呢，就指的是社会，就是康梁的办报办学这东西，鼓动民心，让大家都知道一些新的知识啊，来推动变革。至上这一册里面，戊戌甲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话非常简短，叫"欠使臣于列邦公会立20年太平之约，选学士于列邦教会明春秋太平之治。"这里的公会讲的就是米兵会。这里的20年和平之约，大约是宋国相续一般的盟约。这里讲到了"欠使臣"这三个字，应该就是派诸如康有为之类的人才。康有为这一派人很有意到国际舞台上，与各国的使者进行一番交流，用孔子的反战思想来指导列邦公会。这里所讲的那个是列邦教会，就是指欧美各国的天主教、新教主教。这里所讲到的明春秋太平之事，讲的就是大同三世说。这里想选学士，选的还是康有为这帮人。康有为这个时候呢，有意想成立一个由国家支持的孔教会。这国家支持的孔教会呢，能够与西方各国的教会进行对等交流，并传播一下春秋太平之事。那么欧西甲的这个说法呢，文字很简略，当时呢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我去倒点水。好，我们接着说。那么1897年的11月，康有为来到北京。这个时候呢，德国呢正是因为潮州会战的事情强占了我们今天青岛，士大夫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那时候就是康有为也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上书，也就是他自己叫《上清帝第五书》，提出了个全面改革的主张。康有为在上书当中就想到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分，议即派财旺重臣，文学辨士分游各国，接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录其弥兵之会，散布论议，耸动英日。我以为用这样的方法的话，很可能可以缓兵。这个时候康有为有联英联日抗俄抗德的想法，他这里讲到的文学辨识就是他的根，他这里所讲到的弥兵之会就是高学生所讲的类似国的弥兵，分由各国散布议论此活动，耸动英日，此其目的，也就是说争取国际同情，甚至国际干预。康有为的这个设计表明了他无知于当时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也说明了他受到李希摩太的误导，走了多么偏的路。这个是这条是不行的。是这样的，康有为他自以为是满腹韬略，但是他的觉得自己的主张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上达天庭，无处是上书，只有一个上清帝第三书是成功的。那么是体制，他的官职是工部候补主事，官职是工部候补主事，
那么他所有的东西应该通过工部来代赠，他就把那上清地第五书交到工部去，工部不给他代赠，不给他代赠怎么办呢？北京当时就有传抄本，那今天不像今天有各种各样传播工具啊，那时候就是抄嘛。后来呢是大同运输局刊刻的，也有了在那个是澳门的《新报》和长沙的《湘报》也都刊刻出来，就上清地第五书。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就背景讲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讲实际的出了什么事，也就是高学珍怎么会有这么一个。1897年12月11日，王老经师，济打扰一下，今天 PPT 好像没动了。这里没动吗？这我们这边，我这里面好像没动，其他同学那儿，我这里是在动哦，您那儿在动是吗？啊，沈淼，你那儿呢？哎，我们现在看到第19章幻灯片，第十是九章，吗？对。这是我现在这里是第19章，这里为什么不动了呢？您再那个看点一下看看，或者往下拉一拉，在动吗？好像没有。哟，这个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退出一下共享，就是共享重来一次？没有，您用那个鼠标点，就点在你了，的这个点了哈。啊，点了。哎，那怎么会没有呢？这。嗯，这沈个有什淼，么办法？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我要不就是共享再来一次，怎么样？那也啊，行，那要，也行，行，那就好。刚好大家也休息一会儿。啊，那行，我们这样子干脆就休息一下吧，好吗？哎，对。嗯，好，我现在就是共享啊，然后再共享屏幕。现在能看到了吗？对，能现在看还是到了，刚才那个，您看，您再调一调看。还是第19章，还是第19章？对，我现在是第24章，有什么本事？哦，这个就有点麻烦了，我就把这全部都关掉。你们要是不动的话，马上告诉我，因为我这边不太清对，楚。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两张，我以为您那边没操作。后来看你哦，往没有。下讲了，然后还没动，估计出问题了。哦，要提醒我提醒，因为我讲的都是最简单的，因为口语啊，应该有个什么办法呢？就是哎，好，有人现在好像。现在是第24章了。我这边我看不见了。啊，您看不见？啊，对呀，我这边没有了。这个应该，这里第24章，我这边不知道我在自己没有。好，我再看看啊。更多。哎，这个，我的 PPT 在什么地方呢？您或者是不看这个腾讯，您就直接就是在您电脑上，你屏幕共享以后，您就直接在您电脑上用这个 PPT，不知道行不行是？是，就您不用看腾讯会议的这个，你就看它，你把腾讯会议那个最小化。没有会议这样的话，但是我这边的 PPT 就没有出来，现在还没出来哈，没有出来。
这个生或者肖是这是，样，或者您把那个 PPT 发给沈淼，然啊，后呢让沈对。淼点，就您讲，让沈淼呢根据您的那个一个往下点，看这样行不行？哎，这我也可以，我马上发给你啊。但是我怎么哦，发给你？好。我用 email 发给你吧。对，行，您就还发到那个邮箱就行。看着这个线上啊，还是这个咱们这个主工要具这还个，是不那么利索，它经常出问题。这个不能怪那个，这怪我那水平太啊，低。不是不是，它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就是它用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不兼容，老是这个，但有的时候它还挺厉害，挺灵敏的。我是上一周跟学生上课，有个学生那个大概多讲了几次动态清零。结果他把我那个会议室给关了，这就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他很灵敏，有的时候他也很笨着。哎，申标我发过来，你收到告诉我一下。哦，好的，老师。你收到了是？哦，收到了。啊，收到了，你帮我打开吧。你就看我好，讲的什么地方，你自动就帮我跳页吧。好的，老师，我你先打开下我可载能一我下。能看，我能看，我可能我这样我能看见我自己。还是不熟悉，我们因为在学校上课是用 Zoom，所以这个是在澳门大学上课是面对面是吧？没有 Zoom，用 Zoom，面对面当然哦，是可用以。Zoom 啊，Zoom 啊。对，用 Zoom 的来讲的话，因为有一段时间是不能上线上上课的，哦，对，他那个系统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一些。那也在学校内部，哦，也也不，也不能在外面我们这个也不行，我们这个史学前沿原来是在教室里上，他那个系统，人大的那个系统看起来这个教室很豪华，但那个系统啊特别容易出问题，一堂课你要折腾好几次这。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来讲也哎，是毛老师，好。您发给我这个邮件，我刚刚下载，他说这个演示文稿有点问题。哦，那我再发一遍。是不是因为打开了？你有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啊，能搞清楚就是。好。好，我又发送了。如果能看到，跟我说一下。好的，老师。我刚换了另外一种打开方式，也不太行。我试一下您新发过来的这个。要不十秒，你发给我呢，我这边也试试。好。我又发了一遍。刚才因为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发的时候是这个文件是在处于打开的状态中。哎，还是不行，毛老师，或者您把 PPT 输出成 PDF 形式试一下呢？毛老师用的是这个 Word 文档是吗？没有，我是 就是 PPT 啊。哦，看到了。能看见是吧？安全提醒，那现在是到20。你先打的19页吧。如果到第19页，我们就从第19页，我简单把它讲一下，不然的话就大家听得更明白。19页哈，好嘞。打到第19页啊。要我看看是要，这不能看见吗？是全我屏，能看得见，能看见哦，放全屏哈。放全屏吧，好，这样呢，是不是好一些？这是19页。
那好，咱们现在就开始哈。各位同学，对不起啊，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原因，是最主要因素，我那是不太熟练。他又讲的是，康有为的学生刘增林、王娟任、欧曲简，他们在《知青报》当中发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的最基本点就是说，他们对西方的和平主义组织、黎兵会知识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基础上。第二个，他们是用中国传统的观念去理解解读西方的和平组织，而且有等级观念。那么，他们这两点都是错误。在这样错误知识上面呢，他就进行的是一种设计，叫至上和至下。至上就是使用的中央政府、国家、皇帝；至下指的是社会。好，帮我翻译。哎，这个翻译怎么不动了？这，哎，那可以了。哎，好，啊，是这个是对，吧？哎，好。让那么是领导亲自翻译不太好。啊，没有没有，我不是领导，我是您的学生啊，我乐意效劳。那么这个至上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就叫"欠使臣到列邦公会立20年和平太平之约"，选修士到列邦教会明春秋太平之治。这个工会就是指的是弥兵会，这里的20年和平之约大概就是项羽这样的事业。这里讲的使臣实际上就是派康有为这些人去，对不对？康有为他有意到国际舞台上与各国使者进行交流，用孔子的反战思想来指导列国的列邦工会，也就是弥兵会。这里的教会呢，就是天主教、新教教会，这些呢，我们就今天呢就不再详细说了。那么这个事情讲空欧曲甲的这个说法呢，文字很简约，就这么几个字，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好，我们再翻译。到了1897年11月，康有为到了北京，这个时候德国正好占领了青岛，斯坦福的反应非常激烈，康有为就上了一个后来叫他上清帝的第五书，提出了一个全面改革的主张。在这份上书里面，他就提到了一点。就讲各国的兵机已动，会议已分，应该派财旺重臣、文学辩士，分由各国由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入其弥兵之会，散布议论，耸动英日。他说："我以为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可能可以缓和一点兵势。"康有为这个时候呢，是有联英、联日、抗英、抗俄、抗德的想法。他这里提到的文学辩士，应该就是他本人。这里提到的弥兵会，就是后来高秀生府片里面所讲的，设在瑞士国的那个弥兵会，分由各国散布议论，这是康有为的一个活动，耸动英日呢是他的目的，对吧？就是争取国际同情，甚至国际关注。那么他的这个设计，明显的表露他无知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同时也说明他是受了李提摩太之害，走了一个很偏的道路。那问题还在这一点，康有为上书皇帝这个渠道一直不畅通，他自以为满腹韬略，但是没法上达天听，他多次上书，只有一个第三书成功过。按照他体制呢，他那是工部候补主事，应该由工部来代奏，他这个第五书呢，工部不给他代奏，京中呢是有传抄本，后来也刊刻了。好，帮我翻译。那到了这里，我们就讲到。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重点的开始。1897年12月11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突然到了康有为的住处——南海会馆拜访。康有为在1年以后的回忆录《我史》当中就写到了，他说："我去拜访了翁同龢，而且也写了封信给他，说我要回去了。"说这个时候叫冰河，冰河只是北方冰冻了，就是那是渤海湾还封冻的，准备18号，这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当天就11日，准备走了，行李都上车了，仓鼠来留行。第二天，即使说高宪宗就推荐我，请召见并加清闲出洛阳。仓鼠就翁同龢在皇帝面前。预定多次的是来强烈的赞成我的意思，然后就奉旨交易。
这里面讲到就是他去拜访了翁同龢，投以书，翁同龢日记没有的。他说行李已上车，这是种夸张的说法，他说话都非常夸张。他说藏书在上，立称制，这就是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的。康后呢，在诗注当有相近和相同说法，他说是不是藏书立见于上，越是相国见于上啊。我后面会专门说明这件事。这藏书来流行这件事，经刊本的《翁同龢日记》当日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学者，也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教授，孔祥就到美国去看过这个本子，他有非常重要的发现。也就是说，光绪23年，11月18日，也就是1897年12月11日，这天的日记是重新改写的，其中有半页日记被剪去了，另外一半呢是补贴了半页，有明显的补贴的痕迹。这联系到康氏后来重烧这日记的事情，康氏此呃翁氏此日的行程应该是朝见了光绪皇帝之后，并没有像日记所说的赴总署发螺丝钿，而是前往宣南的南海会馆去拜访了康有为，进行了恳谈。好，我们再帮我翻译。已经过来了，翻译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刊本的日记呢，已经是减去了，也补贴了，还有破绽。他讲上时上早，小小的休息一下，出城赴总署发螺丝钿，散。就讲的是军机处散值上早，因为军机处早每天的早朝是早上5点左右开始，早可能是7点钟，他一般的最晚就6点就开始，小休息。那么他一般散朝在军区处的方悦馆，就在隆中门内，很多，我相信夏老师他们都很熟悉的。出城就是要内城出往外城，总理衙门在东单牌楼东堂子胡同。如果从军机处出总理衙门，不要出城，他为什么出城？应该是出了宣武门，从内城出了外城，对吧？去了南海会馆，然后再到内城的总理衙门发电报。所以这里面就是"出城"两个字也说明了这里是有修改。为什么要见康有为？翁同龢作为当朝最大最那个时候，他是全市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慈禧太后、光绪帝因为甲午战败的教训，不准备跟德国开战，就派翁同龢和张荫桓和德国公使海静进行谈判。德国呢早就有占领胶州湾的想法，但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还需要跟俄国协调，跟英国也在协调。所以命海静在谈判的时候啊，拖延时间，不要把自己的真实目的讲出来。可呢没有石破奇迹，他就把这个案子当做教案来处理，不是他以为真的是因为教案，他根本这件事情是德国根本教案没关，他本来就要打，就是要拿下青岛，对不对？所以他准备的方案呢，是跟过去的教案是一样的，道歉、赔款、成败官员，然后呢，德国撤军归还胶州。根据翁同龢的日记呢，谈判呢是11月20号开始的，一个谈判了十几天，和海静呢商谈6项条件，这6项条件里面基本上都是就是道歉赔款撤办官员，但6项条件里面没有一条撤军的。翁同龢以为这事情我都同意你们的要求了，那这事应该结束了吧？他就写了个问答，这问答呢就是备忘录。就是当然谈话是大家的谈话记录备忘录。翁同龢在日记里讲呢，就那天12月6号的日记里讲，谕皇帝前日所递的问答，东朝有办得甚好之谕。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光绪帝说，你前天递来的那个外交文件备忘录，慈禧太后看了看了，说办得好。这就是他就受到了慈禧太后的表扬，那帮翻译。可是这时候呢，海静态度就暴，
大变了。为什么？他跟俄国和德国的交易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所以呢，他就不谈撤军，也不谈回归交换。翁同龢他觉得事情会比较棘手。11月11日，我们把这个日记现在的全部把它写出来，就改写了这天日记。秦、封子、大汗、早露，就讲到军机处谈，外子一剑客三起，剑客三起跟光绪皇帝见了45分钟的面，明发2道谕旨啊，论交事。光绪帝说，慈禧太后讲了，看了照会非常委屈，说你们这些人不能整上，怎么跑到国家遭受如此大的侮辱？翁同龢他觉得我个人是愧悔无地，然后就说这是怪不得我，现在各个国家都是合谋来害我，德国今天所允许的，后天就要翻。这不是口舌能解决得了啊，那不是口舌能讲，那就在打呀，对吧？词多激愤，铜牙裂齿，于是不敢不倾吐也。膳食尚早，小汉出城。你把这个场景呢，你就可以看到那天发生了什么事。翁同龢那天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评，这个人。一方面跟海禁谈判受困、受欺负、受死，然后又被慈禧太后冤枉，他一肚子委屈啊，就一下子就发作起来了。这个人平时的时候是非常讲大臣气度、如中风度、帝师态度的，做什么事都是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份。这天是这一起剑起是45分钟，所以说呢，他一肚子怨气就发出来了。以至于同类旁边的军医大臣看到他都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在这个激愤的情形下面，出城跑到了南海会馆，与康有为去私会。他们谈什么内容？谈了很长吗？讲了什么？今天都不知道。康有为只讲了一条流行，就是翁同龢的讲。你不要回去了，你先给我在北京待几天。作为结果，第二天，高学珍就上了这个府片，请令康有为相继入西洋迷兵会片。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史料就到这地步。从逻辑关系而言，这个府片是他们两个人商量的结果，应该是两个人商量的结果。这点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那么，如果以这个设身处地来看翁同龢的内心，他感到万般无策的时候，派康有为出席类似国的迷兵会，争取国际同情甚至国际干预，就像过去三国干涉还辽一样，能不能各国来干涉一下？这是有益无害的一招棋，啊，可能是妙招，也可能是闲棋，对不对？无非就不是花点银子吗？对不对？那就是给高学正府片上讲后给。支付。从高学珍这个人的经历来看，知识结构来看，他是不知道类似国还有一个迷兵会。我们说高学珍的府片啊，是康有为自己起草的，什么自己起草的呢？而且那是经过了高学珍或者翁同龢修改。我有两个证据，第一条证据来讲的话。高学生就讲了，现在时事艰难，所谓请自未时者，不必待其自见也。这句话点出于《史记》的燕昭公世家，郭卫的语言。王弼欲自仕，先自未仕。这个典故实际上是自荐，把自荐改为他荐。那，你没有，本来没这个事嘛。你他荐为什么要从自荐的语言开始讲起？你本来你就讲这个人很好，就完了。那你用不着用这个是所谓请自未时者，这个没有必要的，所以呢，这就是修改啊，修改。第二个，康有为在《我史》里面，当中有一个加倾斜，
高学政府篇里面没这个内容。高学政府篇上奏以后，光绪帝的懿旨下达以后，康有为这些人以为大事告成了，发电告诉了梁启超，那是在湖南十五学堂。这个电报里面有一句话叫"赏五品清闲，游历各国，主持弥兵会"。这加起来是四个字，是高学政府篇里面没有的。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原来他起草里面有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高学生或者翁同龢把这个内容删掉，游历这名义有，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国文报得出了一条消息。国文报是跟康梁关系非常好，他讲现在欧美各国文字日进啊，又经过多次大战以后啊，各国讲究军政的都花了很多力，但花了钱越多，兵力越厚，打仗越难啊，要一打仗的话就会损失很大。所以西方的进化家，那是这个词是后面在用的啊，来就是有万国弥兵会的会议，今年8、9月份，奥斯玛家的会员呢已经传集到东亚洲的各国。约一起加入这个会，我呢管收到金友南海高礼成，高礼成的礼成是他的字，给荐即时送，有事谏言，哎，某月某日上折了，请中国简派这支泰西诸国使使之人赴欧洲各国同入此会，并密保公布主事，南海康有为遵此任，闻总理衙门已封之一行。其详细情形，容探明再告。甭管，很可能是夏承业、金友，很可能康有。奥斯玛家呢是奥匈帝国的匈牙利语的音译。该会的会员已传机呢，他讲的那个《十五报》上登了一篇，又登了一篇文章，叫《弥赞记》。这篇文章呢是由古城征集，日文翻译，他翻译成东京日日。东京日日新闻当中翻译的，东京日日报翻译过来。那么东京这个实务报上是说了什么呢？讲到了等等等等等等啊，所以主张弥赞者出了，如万国平和会就其一。现在呢，澳国干会员某军等即东方亚洲传到本馆，这个本馆就是东方日日新闻，说红十字会万国工业会总理。亚首斯南，澳国平和会总理博尔达斯杜鲁尔的进击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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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什么人种，不管什么国民，不管什么教派，不管什么宗旨，大家都来协助地球和平之会，一起来进行礼，帮我翻译。那么欧美各国都有平和会了，主张是你暂时说，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要讲好。我们就告诉日本的高人、杰士和其他东方的君主、贵族、政家、学士，大家爱出一臂之力，共襄此举。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在国文报上讲到的澳国该会员，这里又讲到了红十字会、外国工业、澳国平和会，什么性质？语言不详。但很容易让清朝士大夫相信，哎，金襄马上要践行了。我当时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这个会，就是东京日日新闻里面这段话到底怎么。后一段话一下子把我搞懂了。他讲啊，最后一段话讲这件事情呢是弥地球之冰的战争，保于全人类的，各国妇女啊也对这个事情很有信心。我们也寄希望各国妇女的，如果有赞成自举的仁人君子，各个妇女名鸾，请报姓名到澳国哈尔曼斯德尔夫城博尔达的斯尼尔男爵夫人，哪讲的？你有人名有地点，咱们就想办法就去查出来这个人就是苏特纳。他讲的那个城，这苏特纳家族丈夫家的一个城堡，这个城堡现在还在，我在地图上还看到这个城堡。苏特纳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和平主义者，他发起了奥地利和平自由协会，他自己当了主席，
它是欧洲众多非政府和平组织之一。奥特纳呢，这个人呢，他联合另外一个人，给日本的一个重要的报纸写了封信，宣传和平理念。食物报翻译了以后，国务报就理解为奥斯马加该会员，这不是瑞士国的奥斯马加的会员，不是那个会，对不对？所以他就讲把瑞士国的那会的就相混了。苏特纳这个人非常有名，对吧？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5届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获过很多的和平荣誉。好，帮我翻译。也翻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高学正讲的。高学正讲的就是是否特意招对观其所长，伤中国，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府之以游历为名召会各国使臣。光绪帝是没有去召见康有为，下了个旨就逐和办。那么这个逐和办理这道谕旨，就给总理衙门的大臣就出了个难题。清朝这个时候，他在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有公使馆。当时的国家没有那么多，今天就将近有200国家，当时的国家也就是几十个，重要国家也不超过10个。我是读外交文件相对比较多的一个人，各国公使馆、总理衙门之间的公文里面是没有礼宾会，礼宾会。这个时候，总理衙门大臣已经多达到11位。这11位大臣当中，有2位外部知识比较好。第一个是李鸿章，李鸿章呢，担任过北洋大臣25年，长期奉朝廷之命办理对外交外交事务。另外一个是张荫桓。担任过驻美公使，对李鸿章而言，也就是1年多前，1896年，出席了俄国沙皇尼古拉2世的加冕典礼，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后又访问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6个国家。妙就妙在什么时候呢？他在访问伦敦的时候，还去真的参加了一次密宾。看在第二天《泰晤士报》上面。哎，又蔡尔康有还翻译了，对不对？他讲到8月12号，1896年8月12号，李中堂在伦敦万国太平会，也就是中东战事基础本末第一篇所说的米兵会，有一个人来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因为这件事情很忙，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邀请就接受了。告诉贺正，贺正是贺德的弟弟，说啊，我很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有很多事。但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我有几分钟可以来参加。啊，你们怎么样啊？千万原谅。然后呢，这个米兵会的会董呢就非常非常高兴，对不对？就请他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没有宣函，就让那个秘书啊，就把我们米兵会的宗旨啊，就把它读在。跟李鸿章去读了一下，我翻译。李鸿章参加的那个米兵会，是众多的国际和平组织之一。那全名我就不讲了，那翻译来讲那个，他是在伦敦成立的。蔡尔刚他说这个米兵会就是那个米兵会，你这个就混淆了。李鸿章呢，他作为是特派全头等。全权出使大臣，这个呢是大使级的，那时候大使级是级别非常高的，对不对？参加了该会的活动，大概不到半个小时。那么他不代表清朝政府，是以个人身份。米兵会呢就讲了，哎，我们这些人要想干嘛？李鸿章就非常宣函了几句，说啊，你们干得好，这事情就完了。那么张荫桓呢是第二年，也就是。高学珍见证了那康有为的那一年，出席了俄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典，访问了俄国、美国、德国、法国4国，刚刚回到北京。张荫桓留存的各种文献当中没有任何名，可见他是不关心或者不知情。现在好了。
高血脂腐片发酵到总理衙门，那总理衙门大臣可能是一头露水，是后给府治给点钱，这也就算了。关键是以游历为名，清朝是派过游历使，清朝是派过召会各国使臣，这就与康有为以个人身份出访完全不同。游历这个名字，英文应该做什么？怎么写入召会？各国什么意思？各国是不是所有的邦交国家？康有为是否授予了合纵连横的外交权力？向各国政府发出召会，康有为就有了官方身份，他的所言所行将代表清朝国家。李冰会这一类非政府组织，而且在欧洲、美洲非常多的，他也怎么来接待这一个宣讲春秋大义的清朝官方代表？这个非政府组织他怎么来接受这个清朝官方代表？各国政府怎么来接待这个具有官方身份、没有官方授权，却要耸动英日的清朝游历使节？以当时的国际关系整治和外交惯例而言，以当时清朝面对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压迫而言，如果康有为真的派出去了，总理衙门怎么为这位思想超前的、要讲的世界大同的这个纵横家在各国的所言所行，他怎么来负责？榜单一。所以这样子下来讲，总理衙门就没办法召回各国，也没有向没有办法向米兵会判处游历使节，这事情就拖了。我们现在就是讲一下非常重要一点，翁同龢对这个米兵会是不了解的。他当天的日记当中讲，高御史血征保康有禄泪点米兵会，交总署如何办理？讲的是瑞士。翁同龢误记为瑞典，一个是阿尔卑斯山西麓，一个在波罗的海西岸，相距甚远，文化也根本不相同。这不是把河南误成河南啊，这是把河南误成云南，有这么远的距离，而且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清朝最高等级的外交官，他在不经意之前，他对西方的欧洲的地理和历史完全不了解，能犯这么大错。但是皇帝毕竟下了个谕旨，叫逐和办，对不对？很可能皇帝对这个事情也有兴趣，也有垂涎。那总理衙门就是拖，拖了半天也不是个办法呀。所以高学生府评下来了一个半月以后，4多天，康有为收到了总理衙门总办张经的封来信，约他第二天到总理衙门去，有面询四件。那1898年1月24日，也就是光绪24年正月初3日，康有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珩、张荫涵见面。康有为侃侃而谈，康有为他自己写，他写的是什么呢？翻译。他就讲问变法之宜。荣禄就说：“祖宗法不能变。”那我说：“祖宗之法，一直是祖宗之地，祖宗之地都不能守，怎么有不能保祖宗之法呢？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祖宗之法就没有，就是总理会过衙门，祖宗之法就没有。”廖寿珩就问了：“怎么变法？要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就问了：“六部都撤了，则例可以不可撤呢？”啊，他说：“哎，应该是用制定新的一统之法，对吧？都应该撤。”不应撤就撤，不能撤的话，逐概改定。翁同龢问怎么样搞钱，说日本有纸币，有印花税，那法国有印花税，印度有田税，对不对？制度要改什么？然后他就大讲啊，法律、杜支、学校、农工商、矿政、铁路、邮信、会社会、海军、陆军，对吧？他还讲了，我现在有日本辩证考，大体的辩证考，一直下午3点钟一直谈到黄昏，2个多小时。3个小时，翁同龢日记来讲的话，也写到：传康有为到所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这句话非常重要。
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狂胜，登后归，非常非常累。孔祥记老师是已经去世1年了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我们都是很尊敬他的。他讲啊，狂胜这两个字特小，很可能后面补上去，因为他看到原件。张一环当天的日记里也讲到了，对不对？他讲的就说，一开始是三个人接近，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翁同龢，一个是廖受恩。他和荣禄是两个人后来出来的，荣禄先走了，对吧？我回西塘料理答问答问答，就是我们讲先讲过的，备忘录。三个人的记录有详略之别，大体上是对得起来。也就是说，这次没有去谈高学生，也没有去谈米兵，谈的是变法，谈的是变法。这次会面是康有为人生的大转折，大翻译。根据康有为的说法，这次会面以后，翁同龢就告诉康有为，让他把相关的上书和书籍呈上。那康有为说是翁同龢告诉了张英环，张英环告诉的康有为。那么，按照当时体制，工部候补组是你不可以向总理衙门递交上书和书籍，总理衙门也不能代受。也就是说，此次会面呢，5天之后，康有为就向总理衙门递交了大事全公开、制度新政局陈，也就是非常著名的上清帝第六书。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是其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大事群臣、开制度局、设代诏所三大建设，同时也提出了中央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公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5倍12局，在各道设新政局，在各县设民政局。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叫改官制。按照今天的观念叫制度改革，这份上书让总理衙门感到很难处理，一直搁了40天，到了1898年的3月11日，总理衙门上奏，等等等等等等，他讲我们啊去查了原来所奏，西洋的民兵会利益虽善，难当两国争论，将至开国，会中既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今日土西之战，土耳其和希腊之战，不能先试弭兵，试其民政。这个总理衙门的，你看这里面他也讲不清楚什么叫弭兵，对不对？也是稀里糊涂的就讲了一谈，但是呢，那还好那个，所以说呢。他就讲了，该集事中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继入会一节，应勿用意。啊，这个很正确。如果真派他出去的话，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为该集事中称，该员学识渊长，书生西访，臣等当今传令到署面行，据该员呈递条陈，恳请代受啊，等等等等。他有个评价，臣。那稍微那么我看看，没关系，不，没有没有，在前面，在前面哈，在前面啊，在前面，哦，在这，对，这里这边就最重要的评价，臣内所陈语多切要。就说他们是看过这个东西的，他们讨论了半天，放了40多天上去以后，有一个评价语多切要，所以他就带走了。好，我们翻译。上去了以后，光绪帝又下道谕旨，让总理衙门妥谕拒奏，就上清帝第六书也要妥谕拒奏，这案子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为长期谋求给光绪帝上书，
通过如此繁复的过程，终于实现了。这个时候，离高血症健康委员会去瑞士国参加弥补会，整整过去了3个月。之后就剧情就接近高潮了。3月31日，就上周第二天，康有为又递交了一串俄比的辩证剂陈书成，就第七书，还有一个俄比的辩证剂。4月17日，总理衙门啊，不，康有为又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个叫协理大啊，协理大密期联姻日不要同意啊，这个一个条陈。好了，一直到4月23日，也就是上周的时间就短一点了，大概20多天，还有一个就几天，康有为就把这两呃总理衙门就把这两个陈书和一份书晋升为光绪帝。5月10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又递交了就一转日本辩证考陈书，并进呈泰西新石兰药列国辩证新生剂，还有请照那个是经济特科推广碎科唑片，和日本辩证考泰西新石兰药列国日本辩证剂。这个时候递了2个折子，3本书，3天之后，总理衙门就把这个折片。3本书就递交，一开始用40多天，到了十多天到20多天到10多天，最后就3天就递交。这个时候，康有为一共收的光绪帝一共收到康有为各类上书5件，自著书籍2本，他人书籍2种，由此就知道了康有为变法思想和政治思想。来。光绪帝就命令内府，就是武英殿他们那拨人，把康有为所有的上书给我抄一遍，编为3卷，题名为《节制上书贿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非常重要的文献。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所上的折片。那么，节束上书贿赂，这"节制"这2个字，谁定的？应该是光绪帝对康有为评价词，他没有想康有为上书贿赂，他讲的是节制上书，所以戊戌变法的大幕就因此徐徐拉开了，康有为就开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就我们就看到朱棣衙门的处理结果。好，帮翻译。那么我们再回过头再去看。怎么来解释翁同龢推荐康有为？因为我在这个研究，前前后对这个米兵会这个案子的研究，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一直找不到相应的材料。大概到现在为止10几年，这文章是写的时候几个月，但想了10几年。在考虑过程时，我就在考虑翁同龢有没有推荐过康有为。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就有一种新的一种推论，新的解释。那么根据翁同龢的日记，他向康熙帝明确表白了对康有为的恶感。他是在1898年5月26日这天呢，光绪帝要求他说康有为所进之书，再写一封过来。所进之书呢，应该是日本编。怎么再写一封过来呢？就是因为他当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份书呢送给了慈禧太后，他送给慈禧太后以后呢就没发回来，没发回来以后呢，光绪帝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他想看一下是日本辩证考，他叫你再写一封来。翁同龢说：“我跟康这人不往来。”那皇帝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往来呢？”他说：“这个人居心叵测。”后来这个事情。居心叵测这件事情，翁同龢和他的大弟子，也讲过，就是那个，现在叫不出名字了，现在叫不出名字。皇帝说"叵"是什么意思？他写给他看，
皇帝说：“你这为什么以前不说这话呢？”乌龙说：“我最近看见日本变思考，日本孔子改思考，所以我知道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又问温同和：“你看的那本书呢？”温同和仍然是说：“我跟他不往来。”光绪皇帝就发怒了：“这不行啊！”你觉得？然后呢，就说：“那这样子吧。”我们让总理衙门命令他再进一本。总理衙门再进一本这件事情来讲呢，光绪帝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就是如果说命总理衙门再进一本的话，要形成谕旨的，要写一个旨，写一个胶片谕旨。这个胶片谕旨是人人都知道，光绪帝不想让人知道。然后呢，上就光绪帝不同意。就让翁同和，你去告诉张英桓，让张英桓去传他。翁同和就问了是，张英桓这个人天天见面，你为什么不当面说呢？光绪皇帝的脾气很大，对不对？不行，你去，就让翁同和跟张英桓说。那时候是见张英桓很多，他为什么呢？很可能张英桓跟那光绪帝也有说法，你这事你跟我讲，我这边怎么说呢？要翁同说，翁同说是军机大臣，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告诉了张英桓。张英桓就住在那个离那个是颐和园很近的一个地方，他有个地方，那园所遇见。那么这两条记录可以看出四点来：第一个，光绪帝和翁同龢之间讨论过抗议。而且翁同龢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这就叫前此何以不说？那这前此你为没这就跟你相反了吗？对不对？第二个，光绪帝看过总理衙门进呈的上书和书籍，他评价是正面的。为什么评价正面的？你再写一份啊，再写一份就说明他是评价。第三个，翁同龢说跟康有为不往来，他隐瞒了。他隐瞒了1897年12月11日在南海会馆的会面。第四个，光绪帝让翁同龢告张英桓转告康，这跟康有为这个说法是一样的，就是他渠道就是翁同龢告诉康有，告诉张英桓，张英桓再告诉康有为，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出推论了。1897年12月11日这篇日记，他已经剪接了。如果他确实是见了见了康有为，如果说是1898年5月26日、27日，他说是因为看了是孔子改思考，是康有为居心叵测，这两条都是真的，那翁也已经见康，也就是说他借用高学正的府片，建议康有为去参加弥兵会。他曾经向光绪帝介绍过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因为他们在总理衙门见过面嘛，在总理衙门推动康有为的上书书籍代奏，因为康有为不满的人很多，当时有愿意代奏的人大概3个人，一个是翁同龢，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张英桓，其他人估计不太同意这件事，但这3个人都很重要，所以大家就不反对了。时间什么呢？就1897年12月11日，他那天见康有为，一直到1898年5月26日、27日，就说他说我跟康有为不往来那天开始。翁同龢和的这些做法是不是伸张的？他没有用明确的保举康有为以大用的言辞，这些词论他肯定。而且翁同龢做人从来不怎么做事，但他实际上已经帮助了康有为。进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到后来，许志清保举康有为，光绪帝当日宣布召见，他已经做了铺垫了。不然呢，许志清保举康有为，他知道谁是谁。但是子谦已经听过翁同龢的说法，已经看见过康有为的进京的条陈和上书籍。那我们再来看。这三个人到底怎么说的？
翁同康有为认定翁同龢推荐，他讲的是常熟山、栗生石啊、次日见义上啊什么的，都讲的是南海的会馆相见，高学生次日上奏之事，对不对？然后呢，康又讲，康有为又说翁同龢像光绪帝教康有为的思想，他也讲到的，翁以无言入奏，越日常熟突。巧也来云，上机遇变法。他讲的什么事情，都是讲的五大生会见。那么，他讲到的立见于上，又讲到以无言入奏，翁同龢不会对张英桓说，张英桓也不会对康有为说的，是吧？上极力称职、力荐这些东西，绝对翁同龢的脾气是绝对不可能说这话。张英桓也知道宫中的规矩，也绝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说“常熟托巧也来”这句话真的，剩下的都是康有为的自我推测想象，靠不住的。那么好。再来看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68岁的生日被罢免。我刚刚过完68岁的生日，我现在跟翁同龢罢免的年龄差不多，也该差不多该下台了。当天就发下了，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已经过了好多天了啊，现在68周岁了，太老了。那么就是这个发下的上谕呢，是确实是光绪帝的朱笔，这个东西都在。决策者呢是慈禧太后，虽然是光绪帝写的，但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的意思。文字里面没有写的康有为，那4个月，到10月4日，戊戌政变2个月以后，光绪帝又下达了一个朱谕，将翁同龢即兴革职，永不虚任，叫地方官严加举措。这几个字真是康有为，真的是光绪帝写的。上谕档里讲到的是光绪帝朱笔是什么呢？讲翁同龢授都以来，辅导无方。自甲午年，蛊惑开训，以致国库收微，不可收拾。金春又密保康有为，金春又密保康有为，这8个字是光绪帝自己写的。下来讲那个冯朱玉理论来讲的话，哎，马上就扩大了。翁同龢授都以来，辅导无方啊，这是言而有的，从未将京意大票渲染，而以以信情之，古玩等物不是陈述，往往呢借时机的谈生意啊，甲午战争怎么着，对不对？办理储备等等的。金春历陈变法，密保康有为，为其才胜以百倍，意在举国之庭，等等等等。那么你现在来讲的话。金春又密保康有为8个字就变成了金春历陈变法，密保康有为，为一才升一百倍，意在举国听。康有为称变法自己硬性烂包粉了，这就加出来的，这都是加出来的，放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就讲金春，这个金春什么意思？金春就是指。1898年，五大臣接见以后，5月23日将康有为上书之前，就是指应该指这么泛指的事情。密保，密保这个字是光绪帝自己写的啊，那应该是就是介绍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也就是介绍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会面的内容和上书的变法内容。即3天以后。这不对啊！这说10月7号，不是12月7号。他新闻报看上了这个内容以后呢，他就在讲，浮屠感替而已，他没有做争辩。到了1899年的12月20日，这事情来讲的话，过了1年多，应该错了，应该98年。清廷再发内阁复上谕，下令就捉拿康梁，又谈了这个事，讲而康有翁同龢力荐康有为，
便有奇才胜成百倍之余。所以等等等等等等，保中国不保大清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主要是要抓那个抗美援朝梁启超，光绪帝的地位呢已经发生动摇了。他一年前相比的文字相近，里面有几个字改了，密保改为急件。那密保要有保单啊，那什么密法？组织大不相同，对不对？然后就讲那个所有的事情啊，都跟翁同龢直接挂钩了。翁同龢这些罪名加起来的，那就比较麻烦大了。所以说呢，三天以后呢，翁同龢看到这个东西呢，他就在日记写了一大段自辩的话，啊，翻译。他讲啊，即康烈为翁同龢集谏，有其才胜百倍之余。读了以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到，震惊和警惕。他讲，康烈晋升之日已是微臣去国之后，妾屡承此人居心叵测，不敢往来。上书其词再三，遂传出由张英环转述，送至军机处，同僚供奉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这个后面，如果我翁某人还在场的话，我就不会让康有为这个混蛋，道行一时仓皇如此，我倒反而因此而获罪了，只有自己怨啊。这段日记跟康有为啊不，跟翁同龢的性格很不相同。翁同龢每次都是讲我自己做的不好，皇帝讲的是对，这是他翻过来了。啊，这段呢，但这条记载当中，翁同龢强调三点。第一个是康有为晋升之日，但是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是6月10日，是翁同龢罢免后的次日，翁同龢是6月15日被罢免。第二个，翁曾经向光绪帝说明过居心叵测，那是5月26日、27日的事情。第三个，如果翁某人继续当政的话，一定会阻止康有为的猖狂。可他在这里面日记他就没有讲。1897年12月11日到1898年4月13日，他久见有没有健康？就他这里日记讲的“急见”这两个字，他没有回答。此后不久，翁同龢就开始重新检查自己的日记了，对自己的日记的挖补啊、增删啊，也就这个时候开始啊，这个他自己都写，我这几天都在看日记，看了很烦啊，等等。好，我们最后来讲最后一个问题。好了，这个事情全部结束，我们再讲一下余响。高学生见康有为入迷宾会，无疾而终。事后有一些余响，第一个余响呢，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写了一个重要的，戊戌变法时期写了一个重要的著作，叫《劝学篇》。《劝学篇》他就讲，第一个呢，我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第二个，我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两派都是持一篇之谬论。这康有那个是张仲后来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讲。这本书的外篇第14篇叫《非迷兵》。这《非迷兵》来讲的话，就讲今天啊，非常聪明的人看着时事啊非常麻烦，打仗打手我都没办法，所以呢就提议，创西国米兵会以保东方太平之局，这里的自己之事应该是讲高学珍和翁同龢，他们只有情报，这是尤其无聊，你招倒霉吧，对不对？向虚弥兵，子罕都去说他，你这个东西，你胡说八道，懵逼诸侯。今天的环球各国，谁能骗得了啊？奥国立米兵会有多年了，他这里讲的奥国。那么，俄国打普尔契是德国人打呢？阿洲那是讲的是非洲的事情。因为英国又攻埃及，英国又攻西藏，法国又到马达加斯加，那个是西班牙打古巴。你没有听说奥地利那个迷兵会里有当拢仲联？对，
德国占兵，我占我们胶州；俄国又占了我们旅顺。你就问到各国征兵船、各国加兵场、争雄争场，没有这个到底是。今天世界各国交际，大国小国跟大国交不同，西国和中国交不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小国，我们是中国，被大国和西国欺负了，对不对？你要真的参加民兵会，谁还会跟你讲公法？对不对？是，就是这还要自己靠自己嘛，对吧？就讲了这么件事，防范一下。那么这个缺一篇是集体著作，它里面有两个重要人物，目中，一个叫辜鸿铭，一个叫梁中彦，一个留学英国的，一个留学美国的。这些人的外部知识呢，应该高于康梁。他们在称文中称弥兵会，这是奥国。这奥国要么是奥地利，要么就奥匈帝国。看来他对国际和平主义运动和相关组织也不了解。他的文章主要是批康，对不对？但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态势。他这是结论来讲，西方列强不可能对中国讲公法、讲民兵，这非常精准的判断。政变以后。张自忠就命令他大幕僚梁鼎峰说：“我们当年缺些篇里面，你专门骂康有的话，你给我摘出来发表。”那上海的《申报》就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关于一条“非弭兵论”篇论，今有倡议入西国弭兵以保存，此由无聊而召回者，此抵康有为去年愿骗钱、也骗官衔、妄议有人入弭兵会的笑柄。这个呢，就说不了去是对的，但康有为的动机是骗钱，是骗个官衔，这个有诛心之论了，对吧？康有为是不了解世界情况，他要到世界去。好，我们翻译。还有一个人在张炳，就是张炳麟、张太炎，他在张自忠的幕僚幕府中。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弭兵难》。他讲呢是，世界打仗打得太厉害了，有一个人呢讲义，张爱玲，我来弭兵啊，就是一个小孩子，大家也都会称他是最高的仁德，这是没关系的。向旭呢就是继而行事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宋濂呢，伊文，这都是宋濂伊文的事情是都建议那个是庄子里面。当时七国的时候，大家的差。兵力差不多，所以说呢，那还办不成呢，对不对？以今天的兵甲跟西方各国来讲，十都不当一，对不对？西方各国不会给我们讲弭兵的，也不会弭兵给我们中国的。就是说，就像一个道，有所决裂的时候，哪会考虑其他东西？如果这个你这个道对手也拿着刀。他可能不拿，对手如果是小弱小者，那恐怕还是抢了吧。你就是再壮烈的仪式，你就是持九天之誓，没什么用。张炳麟呢，他是讲古文经的，他在《时报》任职的时候呢，跟梁启超、麦孟华之间发生冲突，后来是梁启超弟子把张太炎狠揍了一顿，当夜逃回杭州。那么。那张自忠知道要办《政学报》，听说跟这个人文章很好，又跟康梁不是一头的，所以呢，就把他招到幕僚里去，再来办报的。这篇文章很可能就是为劝学篇写，但这个文章啊，讲的是向旭、宋濂的事业，也没讲西方弭兵会，仅仅讲义理不能战胜强权，势均力敌才可谈兵，他没有讲到练兵，也没讲到自强。所以这篇文章呢，就没有被张自忠采用。张太炎后来就收了自己的文集里去了。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张太炎为什么会写了这篇文章。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就清楚。啊，还有一个人物叫沈曾泽。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王兆逃到日本去了，康广人、杨生秀、谭嗣同、林旭
杨磊、刘光第六君子被杀。然后呢，是宋伯如、张英华、许志清、许仁柱、吕端芬、陈宝桢、江彪、宋徐龄、黄宗宪、王锡潘、李月瑞、张元基、翁同龢、吴大臣，先后被革监管。这个沈正则就开始感到这个形势非常不好，所以在1899年的1月12日，写信给他一个好朋友叫王彦威。王彦威这人在军机张军。他说：“我读那个诏书啊，看得词很浩荡，海内的人士啊都很感激。康有为的平生的伎俩，就是专门靠名流，专门骗显宦，下面骗那些学生们。如朱荣生，朱荣生就是我后面会讲到的，文替都是当年都是至交啊，对不对？那么文替他是抬棺，他可以上书，对吧？朱荣生来讲到以后的著作。”他可以出坑出来，你中康有为，你不能一手淹天下之目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有变奸之势啊，有可能因此啊不能显示出来，这些人就可能倒霉了，在数量也讲不清。听说他有人物表一册，专门在海外，我的名字啊也在这个人物表之内，还加了什么嫡系之余啊，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如果有这事儿啊，你告诉我一下。天祸人国，生此妖物。这个妖物骂的就是康有为。卓翁是李文田，经常摸他耗子精，就是李文田把那康有为骂他是耗子精。我今天春天辞职出北京的时候啊，就告诉朱公，这个人不要轻视，最好让他错崖。可是没有人不信啊，对不对？他不能得君的话，他就不能称帝了。对不对？出洋少，出洋也不要给那么多经费，让他在外面困着。好，我们翻译。没有了啊，对，这位，这个名流啊，就讲朱一新，也包括沈正则。显欢讲的是，翁同龢。沈正则因为丁卯有守制，1898年春天就出了北京了。这时候，在张之洞的两湖书院里死学分教。这个12月28日的诏书，只是当天的上谕。两广总督谭宗林在康有为家中抄出了信函多件，送到了北京，朝廷就下了个旨，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其往来信件1000多人，朝臣政称宽大，不愿深究株连，把原信都烧掉了。对不对？犯本朝臣子什么人，那大义所难，不要为他所惑，一定过筛选。沈正则1888年与康有为定交，这个时候定交已经10年多，对康有为的言行多有劝谏，他们两个人往来信件很多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这一道政称宽大的那个谕旨让他非常感激。人物表一册，就康有为讲的那办保国会，它里面有一个名单。京官对这个事情很紧张，怕受牵连。沈正则长期担任总理衙门章京，他出京前的时候，他春天出京嘛，他对高学正见康有为致片，他是知情的，他是里面的人，对不对？他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早知道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应该出点钱让他出洋，去参加迷兵会，然后呢，在经费上要设点障碍，让他在国外受困。康有为既然不能受制于光熙帝，也就不能猖獗了。好，我今天的报告讲了很长时间，时间很长，讲了2个多小时。因为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故事。我们的历史啊，不是那种非常按照一种轨道去行驶。那历史啊。经常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戊戌变法它就是这样子，戊戌变法就是这样的，它有一系列的偶然因素造成。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得很清楚，就是欧洲有一个人
发起了和平组织，经过李提摩太的 GNU 的瞎宣传，然后呢，康有为以为这件事情呢，可以办这个事儿，然后呢，告诉了翁同龢，翁同龢呢处理危机呢处理能力太强差，然后呢又去让高学正写了个符片，高学正写了个符片以后呢，这事情办不成，最后就康有为到了是总理衙门说了一下改革方案，改革方案说完了以后，最后。又把康有为的上书给递给光绪帝，由此开始了我们百日维新的一个壮丽史篇。由此开始，我们这国家当中一个失败了，但是重要的一个近代化政治改革的尝试。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几句哈，对我的这一个体会，因为毛老师在咱们国内外学界哈，是以这个史实重建这一个大师哈，应该那个著名的。今天呢，应该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哈，我们很有福，能够哈那一个亲临毛老师哈，就这样的一件事件，如此的哈，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层层深入的哈，那个推进啊，行，最后哈。给我们，呈现了这个戊戌变法它到底是怎么样那一个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一开始哈，你看到这个题目呢，你可能觉得哈，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哈，不过就是康有为和弥兵会之间的，是不是哈有什么一些关联，有些思想啊，或者有些行为实践啊？但是哈，没想到哈，那个毛老师会通过这个事件。揭示呢是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形成了一个哈，最后导致了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哈重大影响的哈就戊戌变法，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怎么说呢，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献，当然也一部分他借助他的学生哈，对外文文献的哈一个检索，通过那个相关的这个帮助。那我们可以展现出，就是把里面的蛛丝马迹，把它给这一个揭示出来，然后呢，形成对这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哈一个进程的一个勾勒吧，可以说是叫草蛇灰线啊，伏脉千里。我觉得这真正哈显示功夫如，而且呢，这是马老师已经想了，不是哈一时三刻的哈，而是已经有了十几年的这个思考。所以这个哈也是一个功力的一个展现啊，功力的一个展现。所以这是一个我的一个感受。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就这是一个过程的一个程。但实际上，那个毛老师在这里面好像也没有完全这个局限于哈对这一个事件啊，对这个它的这个原貌的它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揭示。那实际上呢，我们从这里面也感受得到了毛老师对这个事件的性质哈，以及他这个事件最后失败为什么。事件为什么最后会失败？尽管很重要，但为什么会失败？也有一个判断啊，一个判断。那我想呢，从头到尾的时候，整个讲座里面，毛老师特别那个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很频繁的一个词儿哈，就是一个误解，误，就是呢对这一个外部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有误解。就当然这个误呢，有的时候。是那个提供信息者本人有一些错误，那么还有一呢是自己本身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偏差，也导致的哈对这些就对这样的一些来自西方的信息的一个误解，然后呢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又出现各种各样一个失误，所以说啊这个误打误撞最后导致这么一个事件的一个产生啊误打误撞，那么既然是个误的话，那这里面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对这个性质的判断，因为。毛老师那个最近出的那本书，叫就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哈，那个是关于这个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这个思想的哈里面，毛老师，我记得里面呢应该是有四个字哈，一个叫贸易，心孔，贸易心孔，就是这个你看起来好像是西方哈，实际上呢，他本心里面。是推崇的是这一个中国的这一个一套东西，就是叫贸易心孔。
所以说哈，毛老师对这个戊戌变法的他的这个指导思想，就他的整个思想，当然尤其也可能涉及到哈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因为我自己猜测哈，是不是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改革这样的一种思想，看起来是西方的，实际上不过是还是中国传统的一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就对戊戌变法的一个判断。那么今天通过对弥兵会的。那就是他的这一个对西方的弥兵会的哈，这一个整个这个信息的这个传播，以及呢康梁，还有他的一帮子人哈，对这一个弥兵会的哈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都能是不是感受得到这个信息扭曲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既然建立在一个信息扭曲的过程之上，在这个过程之上，那个非常偶发的哈，形成这么一种改革，那这种改革到底应该怎么看？但也涉及到对康有为本人的一个评判。虽然说哈，后面那个毛老师他那个用的是余响啊，关于弥兵会这个余响哈，用的这个张之洞啊，还有张炳麟啊，还有这个沈曾植啊这些人的讨论。当然，毛老师实际上也说了哈，就是他不见得会同意这些，他康有为就是个骗子或者什么。但是呢，如果把这些后人的这些评论，就是把后面的哈这些人对弥兵会或者。那如果我们可不可以，是不是也能挪移到对于戊戌变法的，就康梁行为的，或者可不是康有为的哈，他的这个判断呢？我不是很确切哈，也是想那个求证于这个毛老师，因为我要问的就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哈，就是说，就毛老师今天哈，通过这个过程的重建，由于是不是哈，进而会和他前期的对那个戊戌变法思想的这样一个讨论。然后对戊戌变法运动这个整体的这个性质也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哈那种正面的一种肯定啊，而是带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哈那个有批评性的哈这样的一个一个认识哈。谢谢史明芳啊。第一个，戊戌变法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不用说，它肯定是正面。这个国家来讲的话，它需要这样的一次改革。但是，这改革为什么不成功？那我们要说明，就是改革者本人有问题。这个国家不改革，这个国家不进步，是不能接受。我们今天探讨的不是讨论康有为本人是好人和坏人的问题，在讨论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每次改革都不那么倒霉。这是历史学家要揭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只是说这个好啊，好啊好，那个坏啊，坏啊，坏啊，这不能作为我们成为一个历史最后的一种、最后的这种东西，就没有教训了。中国这一代的每一次机会都是被错失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后面的事情不在我的研究范围。每一次机会都被错失，就是有原因。中国应该走一个什么路？从世界大势来看，是清晰的。或许是不这么赞成。经世致用啊，这套，我说这个东西没用。从明代就开始讲经世致用。对不对？传统的经验不一定能救中国，要学西方的东西。这是我这个比较坚定的一种想法，而且从来没变过，在上大学开始到现在都没变过。问题是要说明，你明摆着摆在那里是对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成功？我后来就讲了一件事，我说我是上海人。从近代开始，上海就是中国的方向。
这个道理很简单，哎，拿上海那套到中国来实行，那死定了。中国的成功的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毛泽东，都是湖南人。江浙人干不过湖南人的，中国的事情就要从湖南的办法来办。后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就讲到了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近代，湖南人要么不说话，湖南人一说话，全中国都在听。就说你这个事情要办起来，要有一个可以办成的，就是曾国藩那种人。你说他思想先进吗？这不，这他妈才保守呢！哎，他能成，他能成。这事情讲的就远了，对不对？所以呢，正好是明芳教授在讲这事的时候，我想说，中国的道路是清楚。我们的问题就是，林则徐也好，你康有为也好，都有问题。如果我们都说康有为怎么好怎么好，说慈禧太后怎么坏怎么坏，这个事情说了100多年了，你还用你再说下去？我也不想再说下去了。所以这就是当然一种感慨，当然这种感慨，所以我想的话就是说，不要去骂康有为，因为人有缺点是正常的，谁能说自己没有缺点？康有为想把国家变好了，康有为有自己很奇特的想法，今天看来很荒谬，这有什么奇怪？国家就这个样子，人知识水准就这个样子。有一次，他说，有一次也有一个人说：“毛老师，你整天说康有为不好。”我说你真想错了。我们指责一个人的缺点，并不是说他不好。康有为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他就是一个书生，一个六品，正六品的主事啊。他把他天下搞得不太平，你搞搞看呢，你。你有这大本事，但是你要来一下，对不对？你说他蛊惑人心，你蛊惑一下给我看看。天下危难时候，虽说匹夫之勇，他也勇一下嘛，这个事情就是个道理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说康有为什么什么坏。我们在批评康有为的时候，都是饱含敬意。尊重历史，戊戌变法以后，整个形势是开倒车。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形势都是在靠台车。我们不能因此在历史上消灭了戊戌变法，我们不能因此在历史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但是如果简单的说康有为怎么怎么好，然后这讲了100多年了，这个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所以我想的话，有很多人在讲这个事情时，我要表达一下，就说你们要搞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也不要简单的一个 yes no 这样的东西是不对的。刚才看到那是聊天里面有一些提出来的问题，对对对，有些问啊。题，看毛老师看您。也可以挑着回答。啊，对，第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就说是讲到那个是谢尊的云南大学，做戊戌变法的思想感觉很激进，后来为什么越来越保守？他本身保守还是用激进来表达保守？这个呢来讲的话，就说，你看他在哪个点上？大概1898年或者1898年之前，康有为可能属于比较激进的一个。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孔家店都被打倒了。
那他当然就是保守，对，就是他那点点啊，没变了不大，但整个背景变化，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水没动，但水也本身流动。在流动的水当中，你再看那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我想的话，大概是你要看，到了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那谁愿意？革命形势起来的时候，康有为就变成个负面人物了。哎，我辛亥革命之前，那个是保皇革命之争的时候，他就是负面。所以这个呢，就是主要看水还是看人的问题，对不对？第二个来讲的话，是怎么来看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异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异同，同的时间呢，在辛亥革命之前在戊戌变法之前。到了日本以后，戊戌变法以后，两人小异。大概到了庚子事变以后，两个人分道扬镳。分道扬镳不伤师生情谊，两人观点完全不同，政治观点、对人的态度、做事情，但互相不会骂人，对不对？所以同和异，那么你要讲他们两人思想，最重要的就是梁启超原来100%的相信康有为是一个圣人，提出了，他后来他不信了。他认为康有为讲的东西没有西方人讲的好，对不对？然后讲到了是基督教思想符合大同三世说，这个就有点讲得远了，这跳跃可能稍微远了一点点，就是。倪柝回函的基督教思想，大部分都说大家都是在误解之中，把那个和平主义运动符合基督教思想，本身就是有一个要加很多但是的那种定论，把和平主义说成倪柝回就是一个误解。所以说，这里面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条呢，就是都在误解当中。如果逻辑推断的时候，都在误解之中的是逻辑推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全称，我们不能用选择。那么你后面讲到的那些问题都不成立。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一直讲，我现在教学生，你这是倒过来教他们逻辑学，就说你要把一个东西啊讲清楚，它的概念是什么。这概念清楚了以后，要属加顶，总差明确它，然后再来看全称还是选项。对，这些呢，就不要把它一下子混在一起去了，它之间不形成推导关系的。后面一个同学讲是康梁失败和满汉关系是否有关？有关，满汉关系肯定有关，就是你看关岛多大，主要因素还是非主要因素。宪法里面，满汉关系不是主要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戊戌变法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是。慈禧太后要权，她把权力上升，所以说来讲的话，不能一下子把一个非主要因素变成一个主要因素来看待，而且否定这个因素的也不对。
否定这个因素也不对，就是说非常那个。还有说有什么联系方式？微信，我这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点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做一点平平静静的事情，不让人家来打扰，我也不会去麻烦别人，所以说我是不用微信。所以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能做的我会去做。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聊天，请大家原谅。好像还有一些问题。没有问题，是大家如果说愿意听的话，可以再接着讲。大家觉得烦的话，也可以结束。我把这些已经写下来的，我就写回答一下吧。应该不会，应该对，这里有几个，还有几个啊，没说明大家问题还挺多的，没有人那个会厌烦。厌烦的话，大家可以先走啊，因为大家确实没有必要来跟个老头再耗。是与否就行了。左边民兵会，这大家都能看得见的，民兵会是否啊？是与否就可以。这个事情啊，高学生的腐片是两人商议出来的，那本来是要有结果的。如果要这么一个黄道吉日的谕旨说不行，不符合当时办事的习惯，对不对？那你这个腐片出来是你当时的是。这个谕旨说如何办理？这个谕旨是谁起草的？是翁同龢起草的呀？哪能这么说话呀？对不对？但是不是翁同龢每个字都他起草的？你就要讲不清了。但是这里面反映的有包括光绪帝那个旨意里面是包括翁同龢的意思。至于戊戌之前有没有其他人？推荐过康有为，这个呢，过去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张荫桓。从和平帝开始说起，这个说法呢，已经持续了70年。说张荫桓推荐康有为，主要证据是两条。第一条，张荫桓跟光绪帝两人关系特别好，见面次数20多次。第二条，张荫桓跟康有为关系好，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一起聊天。至于张荫桓有没有向光绪帝推荐？这些证据一个都没有，所以呢，我对，而且最近研究最好的一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现在已经不年轻了。我现在叫明方，给大家叫年轻人，现在是不对的。这马宗文啊，对不对？所以马宗文他就坚定的相信是张荫桓推荐的，不是翁同龢推荐的。我跟马宗文说，那8个字“今生密见康有为”8个字是康，这是光绪帝自己写的。你不能把光绪皇帝自己写的字给你否定掉。光绪皇帝没写谁推荐他，所以呢，这个呢在逻辑上是有可能性，也有道理，但是我们历史学家是不敢用，也不会否定。至于李鸿章要推荐康有为，看看为什么呢？最重要的点就是李鸿章根本见不到康有光绪帝，而且光绪帝也不喜欢李鸿章。对，李鸿章要推荐，只能跟慈禧太后推荐去，李鸿章不会干这事。还有就是说是私盐上书问题，变法来讲的话。那世元人上书啊，有各种各样因素，有的是为了政见，有的是个人为的是文达。
证件也罢，文达也罢，这两个因素有可能都是合一的。这没关系，人都是有缺点的，每个人都有那个。但是作为一个小人物，你现在人家就不喜欢你来了，你在叽里呱啦在说什么？那大多数人也就是避祸了吧？大多数也是避祸。所以说，而且戊戌变法的意义是过了10年以后，大家才觉得这个事情，当时没觉得。你看当事人的日记，对这个事情是没有。10年以后革命了，大家说：“哎，当年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干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后人的。最后讲到的是官员不了解西方，现在是翁同龢也懂点洋务。在鸦片战争的时候，谁具有外部知识？是洋商，也就是十三行的行商。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我就在讲。那时候我们有最高学府是什么呢？翰林院，没有人知道外面是发生什么事。我们广州有学海堂，学海堂有很多优秀的人才，阮元他们办的那个，没有人知道外面的事情。到了洋务运动以后，我们办了同文馆，那同的哪国的文啊？我们还管了广方言馆，广的是哪方的方言啊？但是我们对外部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或者说懂了，翁同龢在日记里写那些洋鬼子是一群鸡呀，心里是看不起的。他们没有认为外部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所以说不能说他们不懂，但是。他们在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误解，包括像康有为这样的人、翁同龢这样的人都有很多的误解。这样的误解使他们的知识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偏误。所以我看到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最基本一点就是说，大家也都有一个全称判断在内。我们还是做了一个选项，就说这个事情恐怕没达到那个程度，没达到那个程度。好，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提。那个已经够辛苦的了，毛老已经讲了快3个小时了。我这边没有问题，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可以下去了。那咱们就这样吧哈。那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已经很辛苦了，当然那个我想说一句话啊，再多说一句话，因为多少年前呢，参加李伯仲先生的60大寿，当时这个李仲清就是加州学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学者李仲清呢，祝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那个看起来好像60以后呢就变老了，那个但按中国人的这个认识的，但实际上呢60就画了一个圆儿，画了个圆呢就变成清零了。就您呢，就是清零了。您现在呢是68，也就是您刚刚8岁，所以您已经进入00后时代了啊！话不能这么说的，这个是颠倒对台、混淆是非的说法。8岁是8岁，就是68岁。这个是我们讲史色，史色是讲史色，讲您考据的学的，学术生命，学术生命正年轻。我不要了吗？那行，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哈，让那个。最后是再一次的哈，向马老师哈表示感谢，非常感谢，也谢谢各位线上的同学们、朋友们。当然哈，特别感谢哈咱们这个沈淼和他领导的清风学社，让我们整个讲座哈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好，再一次，马老师，谢谢，希望有时间到时候在北京在人大校园里面能见到您。啊，好，谢谢，再哎，见。好嘞，哎，好嘞，好嘞，哎，再见。好，那我退出了啊。哎，好好好，啊，谢谢明芳。
那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夏老师。